搞英雄联盟。待俺问问土地老儿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哎呀，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。全军出击！来吧，奥恩，奥恩可不太好办。上来后排兵，如果他站在后排兵里边，我们没法议，我们会被前后夹击。等被动消失，这两个兵我不补了。好 ，A 了4下，还可以啊。他一级学的 W 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怎样耗血了，啊！注意看我的耗血是怎么耗的啊！一上来直接往他前面走，如果他敢回头吐，我们就直接走到前面。这死了呀！这我这电刑必杀他呀！但他一直跑，我这就没办法耗了。学个 W 吧，本来我想学个二级 Q 的，先打个电刑啊，把车吃了。我们到塔下，他一定是 A 我的，他100%A 我，我们只需要 A 防御塔，让他 A 我们，然后呢，让小兵去打他，这就可以了。然后按一下波浪键，按 WAQ 一点燃接闪现，直接回家，拿下，把这个兵推进去吧。剑圣来了，先升个级啊，躲一下技能，走位，他死了 ，EA 再 A AW A 接双 Q， 哎，我怎么死的呀？这怎么死的呀？这不应该呀！这小伙子，你这退线就是更是不对了。这，你最好能给我推进去。换就换了吧，这奥恩也没有助攻，无所谓的。Q 一下 ，W 躲再 A， 吃车吗？车不吃，有胆识小伙子，有魄力。车不吃，不好杀呀！这波血有点多，不好杀。我们得再耗他一波能行。他往前走，稍微走一小步，先耗他一波啊！
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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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他打不过我呀，这，嗯。勾引成功。再吃一小波吧，再吃最后一个兵走了。把星石出了，星石其实就是跟以前的那个孤儿刀合成路线差不多，就跟他差不多，血色之印。在我们获得了优势以后呢，这一波要怎么做呢？他肯定是回家了，对吧？他100%是回家了，我们需要在他回家以后出来的时候，在他五级截住他，在他没有大招的时候啊，在塔后把他截住。所以赶紧推。呀，这小子出来的咋那么快呢？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他根本他就没回家，根本他就没回家，应该可以杀，应该可以杀。把我创起来了，还行吧，150块钱，不算很亏。我趁他没升六，赶紧杀他一波。这小驴人好像已经有点无敌了，这小驴人。八级小驴人，这是一场硬仗啊。我都不知道他点问号啥意思，就好像是这几个兵他能吃着似的。你坐火箭飞过来吃啊。没懂啥意思。我吃四个塔下兵，他还给我点点信号，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呀，这傻了，这剑圣双 buff 没给上啊，剑圣怎么没送呢？剑圣这双 buff 给那谁，我不拿着了吗？哎呀，真是的。我们开始卡兵线啊，继续折磨他。虽然我们家队友全崩了，但是不要太着急，你知道吧？你要越急，现在你把自己的发育这个给他耽误了，然后你去帮队友不一定能帮得起来，然后奥恩还起来了，这把就输了。那么别着急，把这卡住，一会儿可能凯隐要来，我看他在上半段野区刚清完，一会儿可能要过来，等一会儿的，往这里插个眼儿。这谁过来了？刚才看着人了，是不是？死了，跟住他就可以了。
我们的虚区现在打他这种小护甲上线基本上就是死。挺烦人啊，这个传送挺烦人。我先吃一手塔皮回家，先把星石给做了。换个扫描，这波辛德拉可能会被杀，我们来中路帮他们一波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帮一波帮一波，来帮一波，往我这边走啊！哎，把小驴人下了，这波可以杀啊！哎呦，这卡莎伤害有点高啊！我操，这卡莎杀了十个人呢！那十个人俺们怎么能19-19呢？因为小驴人杀的有点多吗？这线儿不给你推进去？推完线儿吃塔皮呀、啊？插这么多眼儿干啥？送钱呀、啊？精神病是吧？不拆了。回上路了，上路兵线到了。他很气愤呢，我发现。辛德拉好像是有点生气。脾气还不小，真是的。奥恩这波没闪，走过来截他，把他杀了以后，我们把塔拆了啊。正好13分14秒，把上路塔给他拆了，还能让他少吃几个兵。哎，这卡莎不是都无敌了吗？这小驴人怎么回事？别这样，我错了，小驴人。等他戳我们或者是放E，我们E回去啊，收个兵吧，收个兵，收个兵，等个收集者。德莱文装备不错呀，我才两件套，他都两件套了。这边中路小驴人指定得杀着辛德拉，100%，100%。我们赶紧过来，你不能把大放了吗，小伙子？哎呦我操，还挺能穿。我没懂，因为什么你这么装，兄弟？我没有明白。为什么德莱文也这么装？我也没明白。哎呦我操！我错了。
有点疼。这一刀好悬，没把我砍死。把德莱文杀了啊！先算了，先杀拉克斯吧。挺难打呀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相当的难打了。哇，这德莱文怎么回事，这怎么杀不完呢？死没了兄弟们，怎么杀不完呢？这人，我天哪，我杀这么多人还没杀完呢，妈呀，又从我屁股后来又出来一个凯隐。那你要的木印剑圣在这里呢。别上了，别上了，死了，隐身了。哎呦，没中，把红先拿了。还行，他们家只有一条龙，龙还不是很多，可以接受。哎呀，这不能去了，这小绿人过来收我，我可能要死。先杀的小绿人啊，好躲，好 W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不行哦。卡莎帮我把他收了，卡莎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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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这哪来的，这是能不能扣中一个给我小伙子。有盾没有，有没有魔法盾，早给我套盾，我早就上了。龙他们也不要这帮人，你说回家出幽梦的。没事，我们一个一个杀，不着急。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下一个，我这个装备杀他们家就是一下一个，这小绿人都包括这小绿人一下一个。出美甲的窃魂卷，你不去杀点别人，你要杀我小伙子。我说实话，你杀错人有点疼。哎呦我靠，杀不完啊。
扣的能不能准一点。你说这德莱文杀十六个，卡莎杀十二个，你说这差距为什么就这么大呢？差距确实是有点大哈。先把这搅屎棍给我杀了，兄弟们来，来大龙。快点儿，那对面都死了，赶紧的，快点儿。完了，大龙还没了。哎呀我操，开瘾呢。这怎么对面的个个都是爹呢？这么吓人吗？你还跑这还他妈打蛤蟆还。完了。这么多人呢，先来个夜刃之风，下件装备可能得出春哥了，这可能啊。对面这一跌两跌三跌四跌，别打了，快走吧。回塔下呀，回塔下。下件装备来一个春哥吧，春哥能好一点。两千八，春哥吧。不出春哥，我这一下死了就完了。先把这小驴人给我杀了。追，给我追，硬追。追死他 Q 好砍，回家守塔，杀不完呢，你说杀了这么多人，对面还有一个爹在那拆塔，你大爷的，你还敢搁这拆塔还啊。现在我告诉你们啊，立刻去小龙，立刻去小龙，赶紧把小龙打了。我先在这等一下，这波我要死了就被一波，所以得赶紧打。这咋这么疼呢？哎呦我操！那德莱文一个大小龙七百多，妈呀！打工了。还好我们的春哥没掉啊，其实现在也就一波的事儿，只要能把对面团灭一波就可以了。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的哥呀。不管了，这波不能管了啊，这波得上高地，反正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可以丢失的东西了，现在回家守，哎，守一下吧。
不守容易没呀。我们先杀的小驴人啊，先把小驴人杀了，然后再杀拉克斯。不要招羊了，招什么羊？召唤羊，找一下凯隐。真累呀、啊，凯隐应该要拆塔，等他。现在就是他们秒我，我们秒他们，就是谁出手快谁秒谁。我跟那德莱文就是互秒。现在最难受的是什么？就是你把人杀完以后，你推不了塔。这是个推塔的游戏，这不是个杀人的游戏，你知道吧？你别那啥，你别上来！哎，回来了，那斧子，那斧子能回来吗？我看我再换件什么装备。感觉没什么换的呀。来团。来团战呢，兄弟们呢？这是怎么想的？这是要是过来杀我的呢，兄弟，蹲我，大龙。这回大龙别被抢了啊！快点，大龙，你干哈呢？你这时候去打石头人，我操你妹儿了！过来呀！打龙啊！真累呀！你没惩戒吗？你干哈呢？几条了？第二条了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跟我走啊！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呢？这剑圣啊，这剑圣真是气人呐！这剑圣啊，把塔拆了先，多对，多拆塔。进身体了，没事，我们一个平 A 999，没事，可以继续对，他们人没复活呢。卡莎啊，卡莎没血了，那算了吧，下波再说。来小龙，先打个蓝，这样我们不需要回家。我是神装的，我先把蛤蟆打了吧。你要杀人呐？这不能杀人呐！这，哎呀，这小龙龙魂了！一打五，兄弟们，这波我只能尝试一手了，好吧？这没办法。先跑！这打不了！吸点血来。德莱文搁旁边呢，不能打啊！德莱文没搁旁边啊？那德莱文没搁旁边，你俩为啥找我打呢？哎呀，没事，他钻入了一个假的身体，假猴也算木印呢。哎呦我操！
下路来了。下路来了，守家呀！这时候怎么能去打野怪去呢？这时候啊，好 Q。不行了，他们守不住，这没办法。这把给我们分配到了，咱也不能说四个怪物吧，三个怪物指定是有的。怪物啊，我的妈呀，怪物啊，这就是啊，我得赶紧吃点饭，下点饭了。